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为大家示范的关卡是飓风神殿，乘疾风之徒，哦，七之一木的七之一关卡。哦，可以看到我使用是暗队，带了一只大圣。哦，基本上我自己来看的话，大圣好像是只有这种关卡才有用。嗯，应该是以后可能会出类似这样的关卡，实用性来讲应该是这样啦。因为你要让大圣有存在的价值的话，应该就是要连续破防吧。所以我来看的话，木关的话是目前是还蛮好用的。这样应该还好吧？有一只给我，太好啦！哦，做一 combo， 这样我就能出技了。我们大圣还是有攻击力的，只不过攻击力很弱而已。哦，因为没有加成到。哇，那个就我们就要生存出去克服啊！消到暗处没看到，那个就要用生存出去克服他了。不过大圣是 CD 15的，已经算是短的了，因为大圣很少人会去练了。combo， 这不消也不行，变成边补边打了。欸，你要吐 CD 啊，嘿，还没死。奇怪了，今天电脑状况怪怪的。等一下重开机一下吧。这只打得蛮痛的，可以先把它处理掉。对啊，他会转木哎，都忘记了。顾着在打。到七之一了，哦，这个防御力60万，这是60万，哦，王的话3500而已，还好。哦，开下去可以看到大圣的破防图是在这边哦，所以基本上关卡换的还是有效果。那这边的话，我建议是直接开巨蟹就好了，啊，不是巨蟹，天蝎了。先破两只的房，
哦，然后再来打，哇靠，剩没几颗哎哦。没几颗没关系，我们开打几。哦，为什么呢？哦，等一下跟大家这个算是揭晓一下，为什么开这一次还要打这一次还要开到打几这么夸张？哦，因为我怕我 combo 数不够，有没有 K 不掉它，我的三回合就没了。哦，尾王，哦，可以看到这个状态还在。哦，基本上应该都是这种关卡，这60万的，基本上我现在这样打是很轻松啊。哦，随便转一转，它就再见了。哦，应该之后如果要出使用大圣的关卡，我想应该是类似像这样的关卡。哦，类似像这样的连续有高防御力的关卡。好，以上是741这个大圣能力的一个示范，哦，给大家参考一下它的主动技。哦，毕竟我有大圣嘛，那个不用白不用。好，谢谢大家的观赏，拜拜。